太一样，因为阳明的主控江子柔，他是在复赛最后一场发生的左手掌骨裂爆烧的情况。那现在先看到一下画面带到的是我们 CDC 的我们指挥官陈时中指挥官，那旁边的就是 HBO 等于是高中体总的吉祥物五虎，这个非常魔性的舌头。对。就交给我来啊，对啊，然后有进没进我自己扛下来，对。